哎妈，你松手！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！妈，你松手！哎呀妈，哎。你一直就住在这儿，这么长时间，工作室呢？关了。关了？你不是说租给别人了吗？我不是怕您着急吗？你糊弄傻子的你！你前些日子怎么跟我说的？打电话跟我说你到外地出什么差？你就这么骗亲妈呀？妈，我没骗您，我就说我在北海画画，然后您就说我在什么那广西，我就顺口一答就。哎呀，妈妈，您别拿这砸我！你看见事情吗？我求您了，咱们毁容了，一会儿。妈，你消停，消停，过来，你消停，消停，你别生气了，妈，你别生气。你个混蛋！你这个混账！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想气死你妈是不是？妈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妈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别生气，你打我两下行吗？您心脏不好，您再生气对身体不好，您知道吗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那狐狸精呢？说话呀！走了。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跟我分手了。妈，您别吓我，妈，你别生气，妈，你别生气，千万别着急，你心脏不好，妈，求您，你别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是不听你。现在人财两空了吧？那个狐狸精不要脸的破鞋，我跟他玩命玩！哎妈，妈，你别着急，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生气，妈，真的，你别吓我呀，妈，你打我两下行吗？妈，你打我两下，您坐着吧。妈，我求你了，妈，你别生气，行吗？你别生气，你打我两下都行，你消气，你别吓我妈。不行，妈得带你走，孩子。跟妈回家吧，儿子，你就别让妈着急了，妈急不动了，就听妈的话啊，你一个人在这妈也不放心啊。妈呀，我不是想让您着急，做儿子的怎么可能诚心让妈着急呢？只是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总得学会自己担当起来，对吧？您说您现在叫我回，我怎么跟您回啊？怎么回？腿儿回！这东西咱不要了。你说你在这儿没吃没喝的，回到家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学会不了照顾自己的？踏踏实实的，想回家成吗？这还有你什么值得可留恋的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了，只是经历了这么多，我脑子里挺乱的。我不是不跟您回去，我就觉得我现在醒得挺难受，我就想一人静静，踏踏实实想会儿。
就回去。你小子是不是想要你妈的命啊？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妈从你这回去，心脏就跳成个个，血压高的都快炸了血压表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跟我回去啊！再晚了，非出人命不可！快走吧。妈，哎，过来吃早饭吧。妈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你好点了没有啊？好了，你回来我就好了。你再到我房间再睡一会儿吧。你昨天也盯了一宿了，那血压表都让你耗得没电了。嗨，这也算什么呀？您就是给我个原子弹，我也得盯一宿。谁叫您是我妈呢？臭小子，来，你吃，来。哎呦，还是家的饭菜好啊。哎，来，青青，来，你吃饭了。吃不来啊，二姐。走，来坐，坐那。哎。好长时间不见，想我们呀？今儿怎么有空跑回娘家呢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啊？天天跑回娘家蹭吃蹭喝的啊！本少爷跟你说话还爱答不理，成何体统啊？姨妈，我吃不下，先走了。哎，青青啊。早点回来啊，中午记得吃饭。怎么了，二姐？什么嘛？怎么青青出这么大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是真不知道他孩子这事儿，要不然算了。这也不怨你。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至于离婚啊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吧？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姐姐这么乖的孩子，她也不至于。小姨不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是不是池强那小子欺负青青了？他外头有人了。不可能。我借他个胆儿，谁呀、啊？他们单位的，还是外边的野草啊？是黄依林。谁？这话怎么说的呀？听着硬邦邦、冰冷冷的。没事，你跟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呀？啊？到底什么事啊？你哥下血本给你准备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开心来的。没事，就是突然间吧，很想见见你。看看你在干什么，想呢陪我妹妹聊聊天啊，陪你开心，陪你高兴。总之你想干什么，我就愿意陪着你，你看行吗？哎，我没心情。那正好了，我也没心情，一点心情都没有，真的。那用理科的话说，咱俩这境遇叫负负得正，对吧？用文科的话说呢，叫都是天涯沦落。所以要不你